中单，上就八个人。你为什么要在于参与的人呢？买一首梦想，送一个就行了。重则有，不重也不难受。你们为什么要说人家摆拍有团队之类的呢？有团队就更专业啊，这个视频呈现的效果就更好啊。有什么毛病吗？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啊，这不是最终的给观众看得舒服吗？更赏心悦目一点，这是对自我的一种提升，不挺好的吗？我就搞不懂你们了。这个皮肤有点难买，好像一个服务器只有100个还是200个，还是以前充值有送的，还是反正这个冰桶皮肤特别少，比龙虾少多了，直接送就完了嘛。对，送就可以参与了，送办卡参与抽号上直播，待会儿就摇奖了，还有个两三分钟。他这冰桶出来的时候可以卖吗？好像这冰桶出来的时候就是限定的。这皮肤特效挺好的，谢梁生的办卡。酒桶手感皮肤都一样，不一样的。这个你会明显的感觉那个什么圣诞，这个农夫那个什么那个手感贼差。灰色抱得住跟冰桶手感就挺好的。那个农夫那个什么那个冰那个什么旅行青蛙那个很恶心，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。他不是深海挖人那个吗？好恶心，那皮肤用的手感都吐了，真的。他要跟我抢下路蟹，我这波没惩戒，但是他不一定打得过我。可以呼叫一下，就是那个挖人那个皮肤很恶心，那皮肤真的是我见过最恶心的，比那个石油人那个皮肤还恶心。哇，这 Q 网了，试一下我。对面下路全过来了，快跑！小法没技能了。其实我不是很想放啊。他 E 到我了，减速，跟他硬拖。点了，哇，都在各线作战，可以搞定了。肉弹冲击啊！哇，这是战国时代是吧？干嘛？比划比划是不是？来，咱碰一碰！别在这给我逼逼赖赖，来碰一碰！成功拖住对面了，主要是我刚才拖了亚索跟这个杰拉。我一个交完技能人，我拖了两个人站上面，我怕房子 EQ 我。一个河蟹引发的惨案。
这把我要买蓝城，我觉得他们打不过我，伤害也就这样吧，对我的威胁力度不大，来个蓝城会更好的让我们释放几合同啊。这波搞一手来，大招，老树盘根，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他被减速了，没事，顶一下，可以，大树很，这大树很细节啊，可以去 EDG 打上单了，勾引的很到位啊。这技能给的刚刚好，把线控到塔前，终极砍压。最近不是奥恩两件破败好像有点火，改天整一下试一下。怎么咋就死了呢？唠一下视野，好，他死了，我看到他了，这边，拜拜。我说我没开，你们肯定不信。那就当我开了吧。这个杰拉，他这个植物挡我有点烦，感觉有点克我。哎，这波我不好杀，主要是我只能杀这个杰拉，寒冰这个血量我不好秒。给女警点他，我走了。你为什么不点了？你为什么不点他了？我都用命拖他，这波筒子也炸到了，他被我减速了。这女警有治疗，有闪现，先点死杰拉，再点这个寒冰。下次不卖了啊！我把我的后背交给了我的队友，可惜了，他让我失望了。这把好像我们只能相信自己。哎，上路有机会。这个人没血，但他可能会摇人，没事，我不怕。都有，你像有些人有眼，他也不走的。星际玩家，炸一下，再 E 一下，再 E 一下，再 E 一下。对线太专注了，就这样子。这皇子打不过我六级，我这装备吃他一套满伤害也死不了。哦，这个眼是插外面，那没事了。哎，没抢到，很烦。我误会他了，他不是星际玩家。这眼是在外面的，我看到这皇子了，这个位置。嗯，我们去刷个四蓝。这波几合同没耍出来，不过一样。问题不大，直接一小兵，他要肯定要一小兵的，把他顶下来啊，预判一波。
这波是漏弹冲击。这房子肯定有点记恨我了，小心一点。没事，我当他的面再刷他的野，他很气。他好像看不到我，抓一波下路吧，这可以来一波下路，可以来一波下路。等贼拉大没了，不急。贴脸再E他，就知道你有闪，吃到我。别，救我，小法！你给个E呀！他都走到这个位置了，他又回头了，他觉得我们打不过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的？不是说下个狼给你了吗？你看，他刚才如果这波救我，我死不了，我帮他掩护一下，他这波他也死不了。有时候，对吧，救队友就等于在救自己。这就是蝴蝶效应，知道吧？他如果刚才给我一个E，我走了，然后我再帮他反蹲，可以反杀这波，可以救到他。我去骚扰一下他。你干嘛？他要E我了。种子，这东西有点小烦。这个蓝不给他了，我像是那样的人吗？会记仇？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理解上面有点问题啊。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。滚！完了，给你留个眼，别杀我。奥恩也来了，怎么办？哎！回家了。皇子出来了，我送塔去了，没事，时间拖到了，这不亏啊，还骗了一个大刀，血赚这波，可以，赵恩来了，白来，上路掉一波线，可以，我们还进赚一波线啊，15秒过了啊，只要你15秒内没有，他，对方没打你的话，他就不算这个击杀了啊。这小法他怎么不打狼呀？他刚才是不是觉得这个E没有救到我们？他于心不忍，决定拿一个蓝 buff 给我弥补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我刚才我都没打狼，我把狼留给他的，他好像不要啊。那我就收了呀，看他有没走过来，好吧？哦，这没走过来，应该是不要了。那我就收了啊，他没有过来的意思，很明显是让给我们了。我去帮他反蹲一下，来了，他要抓中这波，别怕，我在，好吧，我在，他去上了这个人。哇，这伤害这么高，怎么感觉这亚索半血就被秒了，有点夸张的。他这伤害讲道理有点高的离谱了。
我可以杀这两个，看好，给你们来个帅的，帅吧，闪现躲大招，躲两个，超帅的。哎呦，冰枪，Q 一下，没中。你干嘛？你在犯罪，你这是。这就是巨龙撞击吗？勾引一下，我在后面，我有意的。对，上当了。我这三个技能全 OE 啊。先溜一下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收掉了，可以。这皇子估计还要过来，但是我不怕他，他没 R 的，好像他已经还没复活，没事。我假装看不到这个杰拉，我先骗一个他的种子啊。他还有个种子，来比划比划，来嘛。哦，他没，他应该没种子了。他有闪现，没事，二到我脸上来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 ，Q 一下，再回口血，单吃，没有用的，我走了，没血了，这波，这个河蟹就不贪了，他这波想得很好，闪现躲我技能在操作我，但他没想到我的技能丢得这么准。直接一个二，他人就傻掉了。来一个表吧。这表还是很重要的，等一下，把风龙给收掉。不要给他们打呀！来人，来人，说不要这把。他们起魔看了，格子不够。龙我要，人我也要了。对面出魔看的时候就不要买书了，打不动人，知道吧？爆！看到没有？这个表价值千金，保住了戒指，扫烂对面拿了1000块钱。我这个700闪金。加300的头，刚好1000。那么像这么好的表，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买不到，绝版了，所以不用问我啊，问就是买不到。偷我蓝？你在闹呢？别搞我，别搞我，给个面子。哎呀，来了！这不是白给吗？自投罗网，在脸上都有头可以拿。哎，这运气，我明天去买彩票去了。
叫盐控死你，叫盐回来，含住我，含住我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奥恩，哇，我打不动他，两套都没死，太肉了呀。法德曼赶紧来一个，先买个表好吧，先把表买了，他们要打大龙，没事，我可以抢，我把话撂在这，你敢打我就敢抢好吧，给我视野，我可以抢，给个视野好吗，女警擦个眼好吗，宝贝，屠龙勇士在此啊，这么快，我的天，我都已经是光速过来了，刚才就给我个两秒钟，我都把他抢掉了。来个爆裂魔杖，没有办法，这个亚索加寒冰打的有点小快的。奥恩现在 T1 上单，强的离谱。还有一个是那个啥，铁男。那龙吧，我感觉他们这个位置没有眼，我可以。完了。哎呀，上头了，这不。有点急了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龙给他们没关系，等我，我不在，感觉打不过，真的，这波没有注意，没关系，给他们这个头，哎，你们别再死，哎呦，其实刚才死我一个丢龙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这再死人的话那就得亏了呀，很难受，这样子好吧，没事，拖一下，其实给他们拉这个龙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守为攻了，知道吧，我们刚才跟他们打的，他们一直不愿意跟我们打，这样的话他们主动推过来挺好的，这皇子可能在埋伏，牛批，这皇子在来的路上呢，我们这波小法不在，其实是四打四的，让大哥，这大树先开，我们其实这边不适合主动打，知道吧，适合反打，给他们先开挺好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死人啊，因为这个女警如果你主动去开的话，它作用很低，基本上就零作用，等我再刷一下，把反弹棒给他刷出来好了，再发育一下下啊，我这根反弹棒要多少钱，900，哎呀，我们这边又被抓人了，别急，这时候我们这边有点乱了，得跟队友说一下啊，守着打，我们后期厉害，不用急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急，拖后期我们也是我们赢的呀，试一下我，
哎呀，这波我想先秒一个，阻止他们拆这个塔的。可惜了，这波被这个亚索的分享给他挡住了。不过我们这小法复活了，只杀了一个这波。宝藏棒1800。这亚索买个头套了他。我们这小法待会有帽子了，他这帽子买了感觉有个差不多1000法强了。帽子曾经有个700多，再加成要加30差不多。没有1000的话也有个900多，他这个装备的话。我再刷一组野。给他们突进来，小法的 E 挺好用的。我们就反打小法的 E 跟女警的夹子啊。这个大龙要刷了，我赶紧把这个宝藏棒给他刷出来。大叔可以，其实可以来个蓝盾的啊，他也正在做。对面两个主要的输出是暴击啊，刚好做个蓝盾，哎，可以、啊。这大叔挺懂的。来来来，得提前做视野，不然被埋伏就死了，真的。这小法帽子还没出来吗？走走走走，这波很赚很赚很赚，别急，他们没辅助了，可以拖一下。这小法师应该插个帽子钱，让我蓝城减速他一下，炸回去。我一下，我还有一漏弹冲击，你干嘛？没事，我们打野立大功了，这波力挽狂澜，这种关键的时候就有人要能站出来啊！成功了就是主，失误了就是要背锅了。但是呢，你不把握就没有机会，你把握了机会就来了，把握住才叫机会啊！把握不住就不叫机会，避一个就好了。这波先杀辅助，再杀这个寒冰。直接我们就瞬间就5-3了，好吧。这大龙拉了 B 一波，再出来再打这个小龙，可以的。我留一手惩戒，我走了。别急啊，他们奥恩没复活。但是这个人可能有 T， 不要急，这是一波关键的一波了。这波团可能对面赢了，就一波了，但是我们赢了不一定能一波，我们的塔没对面多，所以得退一下，别急，给他们过来打一个 R， 先炸死一个，别急，等队友 Q 一下。我们这个上单这波就太急了哈，叫一阳竟然都给你打没了，可以。你看我们这一波拆不了，但是如果这波没打过，我们就要被对面推掉了。我们中路高地没有，这种时候得打得稳一点，知道吧？我差点钱，其实我伤害很高的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来个帽子？上单扛了很久，哎，你们这个理解就有问题了。他这种扛是属于白扛的，知道吧？没有人打伤害的。你的队友，你说，哎呀，我很肉，我顶住了半分钟了，对面都没打死我，你们人呢？结果队友不在，那你不是这等于在送吗？我差点钱，关键帽子差300，帽子
其实等我帽子会更好，真的。你干嘛？别打，等我帽子。等我帽子的话，我们这个团营的胜率能加一层，真的，不夸张，多一层是没问题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跟对面的话，有个六四开吧，但是我这个帽子买了就是七三开了。这样子去带了，抓机会啊，可以。好，我帽子有了，可以搞起来了。来，终极一波。哎，其实再拖下也不是不可以啊，我们三龙啊。再拿一个龙魂也行，龙魂一拿，大龙再一拿。我说了，我们这个阵容的话，压塔下也可以打，打阵地战比较好啊。压塔下的话，夹子丢好啊，小法给个一。来，小心他的挑飞啊。哦、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好，可以秒秒个吗？可以，那很好啊。那现在不好也变很好了，我可以来一波开团。直接秒一个，砸残一个，好吧，交给你们了。再撞死一个，硬开，吐出来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差点死了，再被他拉下大我就没了。晕一下，有没有？来了，二十拉满。问我打野刀不换炉灯吗？你都知道打野刀要换炉灯了，那你怎么不看我的钱呢？是不是？这个要钱的呀，买东西需要钱的呀。看来这位观众，对吧？家里比较土豪啊，直接。